强迫症有多可怕？你们以为强迫症就是看到东西歪了就想扶一下吗？不，真正的强迫症障碍者会将一件事莫名其妙的重复做好几遍。比如你揍了朋友一拳，那么不管朋友会不会生气，你都不由自主的会再揍他两拳，那么你的强迫症重复数字就是3，而我的强迫症数字是20啊！进鸡窝只掏了19个蛋，都能给我难受炸了。在鸡屁股后面追了一天，就为了等他再拉个卵。本来这两天我的强迫症已经大大好转，直到我不小心在游戏里扇了村民一巴掌，不行，好难受。不行不行，还是好难受。你儿子呢？舒服了。